听闻佛法，离苦得乐。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勇敢爱家的野猪王。在一个村庄旁的山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猪，其中有一只野猪长得非常壮硕，它那长长的獠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当地人都称它为野猪王。这个树干实在太高了，我过不去啊。是啊，我们过不去要怎么办呢？孩子们，发生什么事了？爸爸，爸爸，我们的路被挡住了，我们过不去了。是呀，那个树干实在太高了，我们爬不过去，怎么办啊？是吗？那让我来帮帮我这两个可爱的小宝贝吧。哎呀，爸爸，你真是太强了。是啊，爸爸，这么大的树你都能掀开，你好厉害哦。宝贝们，要知道你爸爸可是最厉害的野猪，人类都称呼他为野猪王呢。野猪王啊，听起来好酷哦。是啊，爸爸，人类是不是也很怕你啊？野猪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要知道很多猎人都想把我干掉呢。哎呀，你说这些做什么？好了好了，孩子们，现在没东西挡路了，我们继续走吧。红薯是野猪最喜欢吃的食物。这天晚上，野猪王带着一家人悄悄地溜到了山下的农田里。快吃吧，吃完了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真是太好吃了，妈妈，我们能天天来这里吃红薯吗？那可不行，这些红薯是人类的，如果被他们发现，那可就危险了。你们快点吃，吃饱了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我们的爸爸可是野猪王，难道人类不害怕他吗？呵呵，你们别说话了，赶快吃吧。怎么了？我闻到了猎犬的味道。快，猎犬来了，你快带着孩子们离开这里。孩子们，快点跟妈妈走。不行，孩子们跑不快，我得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冲啊！哎呀，痛啊，好痛啊！爸爸，爸爸！哎呀，你受伤了，怎么样，痛吗？没关系，只是皮肉伤而已。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去别的山头。为什么？今天我打伤了几只猎狗，有猎狗的地方一定有猎人，我想猎人们一定会到山上来找我们的，所以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嗯，我听你的。孩子们，我们要搬家了，走了。可恶的野猪竟然跑到村子里来捣乱。看这脚印，我想一定是野猪王干的。野猪王？难道这山上真的有野猪王？有啊，很多村民都曾见过这头野猪王，它比平常的野猪大出
出一倍以上，而且这家伙非常聪明，要想抓到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然他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明天就上山抓住他吧。要是能够抓到野猪王，那我们可就出名了。第二天，猎人们便带着猎犬来到山林寻找野猪王，而此时野猪王已经带着他们全家来到了另一个山头。爸爸，这是什么？好好吃哦。是呀，爸爸，这东西和红薯一样好吃耶。这是栗子，你们看，它们就长在这棵树上。哎呀，树上还长着那么多栗子，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吃到它们呢？是呀，树那么高。孩子，别担心，我来将它们弄下来。哎，哎，好多栗子，太棒了，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大吃一顿了。妈妈，妈妈，我要吃，快帮我打开栗子嘛。好了，你们两个不要着急啊。真是太好吃了，爸爸妈妈，这里比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可好多了。是呀，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栗子，妈妈，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好了，不要再搬走了。好啊，你们喜欢这里的话，那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好了。难道那只野猪王真的可以跑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既然猎犬根据它的气味找到了这里，那野猪王肯定是跑到这里了。我们总以为猪最笨，其实不然，这只野猪王似乎明白世界上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想法。这么说他还通人性的呀？可以这样说吧。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野猪王，可不能太大意啊。这次我们人多，一旦发现了野猪王，我们就将他团团围住，别让他跑了。嗯。正在低头咬栗子的野猪王忽然停下来不动了，吹过来的微风告诉他，有猎人正在向他们逼近。怎么回事？怎么会有猎人和猎狗的味道？难道我们被发现了？怎么了？我闻到了猎人和猎狗的味道。那该怎么办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翻过这座山脊，逃进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面，否则我们就只有等死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快走吧。孩子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等一下嘛，妈妈，我还没吃饱呢。是啊，妈妈，你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离开这里了吗？不要吃了，猎人来了，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里。野猪王和他的妻子拼命地催促孩子们快跑，可是这两只淘气的小野猪却只顾着寻找可口的栗子。还没等野猪王一家越过山岭，猎狗们汪汪的吼叫声已经传了过来。不好，猎狗来了，快跑。妈妈，我好怕哦。妈妈，我不想被猎狗抓到啊。这样下去可不行，孩子们太小了，他们是跑不过猎狗的，这该怎么办呢？太好了，这里有个洞，快快进洞里躲着。我先去把猎狗引走，你再带着孩子们快逃。你可要小心点啊。好的，我会小心的。来吧，来追我吧。好大的一头野猪，果然是野猪王。不要大意，可别让他跑了。糟糕，这次危险了。野猪王，我看你这次还能往哪里跑？啊！哎呀，不好！哎，让他给跑掉了。从这么高的山谷上滚下去，他难道就不怕摔死吗？他可是野猪王啊，哪里会那么容易摔死啊？没错，野猪王终究是一头勇敢的野猪，为了他的家人，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身体多处受伤，所以直到半夜才走到那片原始森林。在森林边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在那里等着他的到来呢。爸爸，爸爸，你回来了！太好了，爸爸没事。小宝贝，别担心，爸爸会永远保护着你们的。士兵和豹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埃及沙漠里的故事。一位被俘虏的法国士兵，趁着夜色偷走了一匹马，逃进了沙漠。真是太幸运了，终于逃出来了。我的部队应该就在那个方向，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不好，这里怎么会有个悬崖？怎么会这样？这下子要怎么办啊？这里竟然有吃的。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有水还有吃的。这里还有个深洞，真是不错的地方。好困啊，跑了那么久实在是又累又困，我需要先睡一觉恢复体力。没过多久，一头成年的母豹出现了。要知道，能在沙漠里找到如此丰盛的食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回事？洞里怎么会有一股陌生的味道？什么声音啊？怎么会有打呼的声音？天啊，一只大豹！这要怎么办啊？我刚从敌营里逃出来，现在竟然成了豹的俘虏。身上的枪被敌人取走了，要是有枪的话我就不怕他。对了，我还有一把短刀，用短刀能杀死他吗？好机会，我出其不意的一刀砍下去一定会将他杀死的。如果我一刀不能将他杀死，那我可就死定了。他进来的时候一定是发现我了，既然那时他没有咬死我，那我还是别太莽撞的好。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豹子睁开了眼睛，然后认真地舔着自己的前爪。我不会伤害你的，真的，我只是路过这里。你让我想起来我家里养的那只猫咪，不过，你可比它大多了。我家的猫咪就喜欢我这样摸它，没想到你也喜欢。趁他还陶醉着，我要快离开这里。现在他是不饿，一旦他饿了，那我可就变成了他的食物了。他怎么追出来了？不会 是要吃我吧？你还想让我给你按摩是吧？那好吧。这只豹子竟然对我毫不提防了，我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一刀插进它的心脏？大猫咪，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朋友呢。这位法国兵在抚摸豹子的时候多次起过杀心，只是在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声音要他饶了这只豹的生命。或许在这茫茫的沙漠中，
他真的会成为我的朋友，你说是不是啊，大猫咪？转眼到了晚上，当黑夜降临后，法国兵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他下定决心逃离这里。休息了一天，应该有体力离开这里。真糟糕，那只豹子竟然追上来了。不行，我要找个地方躲一下。哎呀，不好啊，是流沙啊，这要怎么办啊？啊，救命啊，救命啊！啊，大猫咪快救救我呀！大猫咪，谢谢你救了我，现在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啊，你走吧，我跟你回去。从此，这个法国兵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在这里，除了有泉水和沙枣，还有一位救过自己生命的朋友。而这头豹子，对他也收敛起了所有的野性。似乎能感受到他的情谊，其中的原因是无法解释的。哈，你回来了。哦，大猫咪，看来你刚刚饱餐了一顿啊。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只豹今天吃了个人，知道人肉的美味，所以想要吃我吗？啊，不好，这个时候不要他的命，那他肯定会要了我的命。好机会，毒蛇，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说刚才那条毒蛇要袭击我，豹是扑过来救我的？大猫咪，对不起，对不起啊！大猫咪，大猫咪，你不能死啊！最后，这位法国兵被自己的战友发现了，并将他救了回去，但是他却经常独自一人在哭泣。大猫咪，对不起，如果能再让你获得一次生命，那我情愿付出我的全部来救你的。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微风轻拂河堤两旁的芦苇，涓涓细流缓缓流过。坐落于屏东县盐埔乡的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共收养了856只狗儿。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即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心生欢喜地跳上跳下，尾巴也随之摇摆，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盐埔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也很喜爱亲近人类，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受到伤害的狗儿们，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因此在照顾上，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视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屏东盐埔护生狗园。台湾救狗协会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能在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希冀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划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张先生因盲肠炎而开刀住院，许多亲戚朋友们都到医院来探望他，他的妹妹还带了黑鱼汤，想帮他补补身子。真是不好意思，只是个小手术罢了，你们何必这么劳师动众的啊？你肚子上挨了一刀，来看看你也是应该的。是啊，你现在可要好好调养身体，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这样才能尽快康复啊。嗯。哥，你感觉好点了吗？嗯，感觉好多了。哥，我刚煮了一些黑鱼汤，你趁热喝了吧。啊，黑鱼汤？哎呀，黑鱼汤很有营养的，对身体很补的哦。是啊是啊，小张快喝吧。可是我不吃黑鱼的。啊？张先生有一个怪癖，那就是不吃黑鱼，这是藏在他心中多年的秘密，其中的缘由他从来没对别人说过。你不吃黑鱼是为什么呀？是啊，黑鱼汤对伤口复原很有帮助的，你为什么不吃呢？小张，你就多少喝点吧。张先生在大家不停地追问下，他才缓缓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和大多数的乡下孩子一样，调皮得很，整天打打闹闹，满脑子馊主意。有一天，我看到村旁的小河里，有一大群黑乎乎的乌子在缓缓蠕动。乌子是我们当地农村对黑鱼幼鱼的称呼。咦，那是什么？看起来好像蝌蚪耶。哎呀，是乌子啊，好大一群哦。是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乡下的人都知道。
在乌子群的下面，一定会有一条母黑鱼，那是母黑鱼带着幼鱼出来觅食。乌子群下面肯定有一条大黑鱼，嘿嘿，我抓给你看。哎，你怎么知道下面有大黑鱼呀？这是黑鱼妈妈带着乌子出来找东西吃，等一下我就把它给钓上来，看我的。于是我赶紧拿来自制的鱼竿，抓了只小青蛙。太好了，有鱼饵了。我对着乌子群放下还活着的青蛙，青蛙到了水里后拼命地挣扎，那群乌子被吓得四处逃窜。哎呀，乌子都被吓跑了。没关系，只要黑鱼妈妈没走，他们就会再回来的。哦，过了一阵子，青蛙就不动了，而水底的那只黑鱼并没有离去。该死的黑鱼竟然不上钩，我看这下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黑鱼。一定有，你看我的。反复几次后，母黑鱼终于生气了，他一口咬住了鱼钩。哈哈，上钩了，黑鱼上钩了，快快把它拉上来。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那只黑鱼拖到河边。来，我来帮你。哎呀，好大的黑鱼呀。但它却不停地挣扎，因此我无法将它牢牢抓住。真该死，都抓不住。不好，它想逃走。当时我见那只黑鱼还想逃回到河里，于是便拿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它的头砸去。哼，还想逃跑，没那么容易。哎呀，别打了，太残忍了。我看你现在还能往哪里跑？你看他流了好多血呀。没关系，用水洗洗就好了。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就在那只黑鱼接触到水面的瞬间，它竟然用力挣扎，从我的手里逃走了。而它的头还在流血，因此在河里留下了一条弯弯的血痕。天哪，它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我都把他的头打烂了，他怎么还能游啊？然而那只黑鱼越游越慢，最后终于停了下来。他停下来的位置正好是他刚才被吊起来的地方。你看他不游了，是不是已经死了？不，他还活着。那他怎么不动了呢？因为那里是我们把它吊起来的地方。啊？失去妈妈的那群乌子，原本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钻，但母黑鱼游回来后，它们便纷纷围了过来。越聚越多的乌子在母黑鱼身边乱窜，它们看起来是那样的慌乱、无助和恐惧。而那只母黑鱼尾巴摆得越来越无力，缓缓地游了几下后，便肚子朝上浮出了水面。它这是怎么了？它死了。那只母黑鱼死后，成群的乌子并没有散开，而是围绕在妈妈的身边不舍离去。母黑鱼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吃黑鱼了。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啊，后来我向我妈妈提起这件事，她告诉我，母黑鱼在自己的鱼卵尚未孵化时是不会离开去觅食的，因为她怕自己的儿女在她离开的时候遭受天敌的攻击，所以等到儿女们从卵变成乌子后，黑鱼妈妈的眼睛也饿到快瞎了。啊，真是没想到啊，动物也有如此强烈感人的母爱。是啊，看来所有的生灵都是一样的，我们应该要彼此尊重啊。